局于本日12时许获报，在桥头区新南一街工地内有发生紧急救护事件，经员警到场发现，该名李姓男子与郭姓男子及被害人柯姓男子为工地同事，不明原因发生争执，过程中柯男突然持刀攻击李男，却遭李男、郭男及在场两名同事夺刀反击，反而造成柯南腹部、身体等多处刺伤，最后伤重不治。警方在现场查扣刀械一把，并将李贤、郭贤逮捕。两人目前皆受伤，借物送医中，详细情形仍在调查中。